接着看下面的俗文，有无与惑，不可机会，故设网禁锢。这个地方所讲的愚惑就是习气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四果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还有习气在，就是愚惑在，啊，贪嗔痴慢真没有了。可是贪嗔痴那些习气呢？有时候它会现行。啊，佛举了很多例子，啊，习气难断呐。阿罗汉的习气到什么时候才能断呢？辟支佛的果位，阿罗汉在我们华严里面是七性位，八性位习气才断了。啊，那么他的尘沙烦恼没断呐，到九性位尘沙烦恼才断，十性位尘沙烦恼的习气也没有了。所以此地讲有无余惑，就是见思的习气啊，跟尘沙的习气都没有了，不可机会呀。那么这个世间人有没有机讽刺他的，有没有回报他的呢？有。不但是十住菩萨啊，这个十信位的菩萨，本是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毗卢遮那佛。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没有人不尊重他的？有没有人回谤他的？有没有人侮辱他的？有啊，很多啊。啊，不相信佛法的人，啊，任意的破坏佛菩萨的形象，啊，前些年阿富汗有一尊700年的佛像，大佛像啊，被人炸毁了。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啊，正好呢我那一天在香港，凤凰电视台来访问我，问我对这桩事情的看法啊，我感到是一桩很遗憾的事情啊，因为这是一种啊，现在讲呢是古籍，是艺术品啊，是一个国家的国宝啊，
你不要把它看成宗教，不要把它看成异教，那是个艺术品，已经有七百年了，啊，所以很遗憾，啊，我只能这样的表态，啊，为什么呢？这些破坏的人啊，他无知，他不懂得，啊，真正懂得，决定不会破坏。啊，拿现在就是经济效益来说呢，也不应该破坏。啊，七百年历史这个古董啊，你可以带来多少观光游览的这客人呐？啊，所以现在每个国家都懂得这个开放观光旅游，这是观光旅游最好的资源啊，所以破坏很遗憾。哎，听说有人发心呢，要把它恢复起来，啊，那也是好事情啊。所以说，不可忌讳。人无知，鬼神知道，天神知道。啊，所以他对你尊敬啊，故舍王敬护啊，啊，这个舍王是鬼王啊，啊，鬼王尊敬护持啊，天王更当时不例外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成道啊，进居天人带我们请罚了啊，如果他们不带我们请罚，释迦牟尼佛就示现灭度了啊，没人祈请啊啊。进居天是四禅天啊，四禅天很特殊，凡圣同居土啊，四禅有九天呢 啊其中有三天是四禅正规的天人居住的，另外有一种啊叫无想天，修无想定的啊，在那个地方修行，那可见他的定功啊相当高了啊，能够达到四禅天的。另外呢，圣人啊，小乘阿罗汉，大乘一些菩萨在那边修行啊，他们居住的叫禁居天，无不还天啊，这个不还不到人间来了啊，在那个地方修行呢，他就能超越六道啊，超越六道啊，就升到四圣法界啊，有人升声闻，有人升圆觉，有人升菩萨啊，最高的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天台大师所讲的相似即佛啊，是指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分真佛啊。所以相似即佛那个果报不是真的，此地前面讲的那个果啊，虽然是分果，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设法界里面的果报不真实，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人天迷惑啊，邪知邪见，不知道尊重圣贤，不知道尊重圣教啊。可是天人鬼神知道啊，
他们尊重。所以经上呢讲摄王净护啊，他不止我们这个人间啊，不说这个啊，说鬼王啊，鬼王净护。第四句说有物远不可坏，得佛舍利了啊，这就是云何得不可坏身语意义。物云，云有物质环境，有人事环境，啊，这不是善云，是恶云，啊，总想来障碍，来破坏，啊，能不能破坏呢？不能，啊，为什么不能呢？他的不可坏身于意，这个身体有生有灭了，这是无常的，灵性不生不灭，性德不生不灭啊，所以得佛果地上的舍利啊，舍利前面呢给诸位介绍了。第五，有修行不退转，满菩萨心。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着重满字，是信心满，处理十法界了，升到华藏了。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也才真正能体会到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绝对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所以佛菩萨常常讲末法时期如果不修净土，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人啊自己修行呢能成就啊，你看看这个诗句你就晓得了，你说多困难啊！所以得人生闻佛法大信呐，能闻到净土法那是大信当中的大信啊！你太幸运了，为什么呢？你在这一生当中就有机会超越十法界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在十法界之内，超越了
换一句话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可以说满菩萨行。那为什么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了，圆证三不退呀。我们要相信世尊不妄语，弥陀不妄语，十方诸佛不妄语啊，异口同声啊，劝勉我们亲近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成就是圆果，不是分果啊，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菩萨行在一般大乘教里面用六度就包括进来，在华严经里面十波罗蜜啊，还要加个四无量心，所以常常讲六度四等啊，那个四等就是慈悲喜舍啊，四无量心修到圆满了啊，这是原教初住菩萨。第六句有云里住相啊，如如不动啊，成涅槃音。经文里头云何得不可动身啊，这是讲的涅槃音。所以此地讲如如不动啊，为什么能如如不动呢？远离诸相啊，金刚经上讲得好，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如果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你着相了啊，这个好看，那个好听，这个好吃啊，你在外面一切诸相里头起了贪嗔痴慢，啊，起了好恶分别之心，你的心动了，心动，那不是涅槃音的，那是轮回音。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这回过头来，回光返照啊，就明白了。我们从早到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成就涅槃音呢，还是成就轮回音呢？这个事情不能不认真地反省。如果天天还干的是轮回因，这一生想求生净土啊，就没有指望了。啊，要想往生极乐世界，
必须把这个世界里面一切境缘统统放下。啊，境是讲物质环境，缘是讲人事环境，彻底放下了。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啊，当然，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啊，做太难太难了。啊，你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啊，你还会起心动念，但是确确实实没有分别执着了。啊，没有分别执着了，你生方便有余土。啊，那么我们只能做到，哎，于一切法不执着了，还有分别，啊，不执着了，啊，把执着放下了，妄想分别还是有，生凡圣同居土。那么由此可知，念佛。是修功夫啊！啊，修什么功夫呢？至少啊，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这个是在净土里面讲成涅槃印。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要把住相、真相看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都不是真实的。啊，这不能不知道啊。第七句，有德行殊胜，故于法善巧。往下，我们会看到十善巧，啊，到那个地方呢，再跟诸位细说。善巧是智慧的启用啊！啊，从哪里来的呢？德行啊，德行里面有智慧啊，智慧先到。啊，所以德行殊胜呐！啊，我们凡夫所行都是业啊，说的不好听的话呢，是罪业，罪业没有德了。为什么？烦恼做先导啊，贪嗔痴慢。在引导啊，你怎么不造罪啊？你怎么不造业 啊？菩萨贪嗔痴慢断尽了啊，三业清净断尽了啊，所以转烦恼为菩提啊。
啊，菩提来做先导啊，啊，德行当然殊胜。啊，这个才得于一切法中善巧方便。第八句讲云何得清净身语，由体清净如虚空故啊，如虚空啊，故成居道也。体有两种，有性体，有质体。啊，性是法性，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它本来清净。啊，虽然本来清净呢，我们现在迷了，啊，迷失了自信嘛，自信不能当家做主了，啊，当家做主的是什么呢？习性，啊，习性就是阿赖耶。八十五十一心所啊，他来当家了，对，这错了。什么时候你能够把八十五十一心所啊看破了？看破什么？他没有自信，他没有自体。真正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你的清净就恢复了。性体、质体，都不存在。啊，决定不可以起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成就举道的因缘。啊，无论你在顺境或是在逆境，无论你遇到的是善缘还是恶缘，通通是助道的因缘，帮助你成就。啊，顺境逆缘里面你看破了，没有丝毫贪念呐，啊，不生贪念。啊，逆境恶缘呢，不生嗔恚。你看看，无论什么环境，都是帮助你断贪嗔痴。断贪嗔痴啊，就是成就戒定慧呀。啊，那么下面这141愿，每一愿都是成就具道。
啊，为什么呢？那就是体清净如虚空啊。啊，第九句，云何得无染身语？啊，染是染污，啊，由色境污染，故得看穿法起。啊，净是境界。前面所讲的顺境逆境，恶缘善缘啊，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五十三参确确实实给我们显示出顺逆之境，善恶之缘，善财参学具足佛法摄尽不染呐！啊，《金刚经》上的教诲。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他真做到了啊！所以练思练心啊，啊，练什么呢？练不染著啊，于一切境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智慧无染无浊，定功啊！啊，那么所以他所学的定慧等持。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定慧增长，不起烦恼啊，然就是烦恼啊，所以他得到是堪穿法起。什么人能传世尊之法呢？这样的人就有条件了啊！可见的传法不简单呐！啊，我们在六祖坛经看到五祖忍和尚把衣钵传个慧能大师啊，而没有把衣钵传个神秀啊，什么原因？诸位想想他们两个人做的那两首偈，你不就明白了吗？慧能的偈子啊，不是神秀，神秀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跟这个标准来对照一下，它摄尽有没有染？有染，他天天还在擦，
怕惹上尘埃。慧能大师的偈子，菩提本非树啊，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他不但污染了，连镜都没有，摄身摄心有净，身心都没有了，净都没有了，哪来的染？你们想想看，这个衣钵该穿个谁？当然慧能大师是传法的法器啊，他借诸位是应当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幕后一句，云何得智为先导神于一也，这一句非常重要。由智先导啊，故成就众会。这一句在我们先前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导原则。智是什么？理智啊。理智的反面呢是感情。感情用事。没有不出乱子的。感情里面好恶啊，我喜欢这个人，喜欢这桩事，讨厌那个人，不喜欢那桩事，所以这个里头弊病丛生啊。问题就太多了，如果是理智做主宰，把感情放在一边，要问对人也好，对事对物应不应该，如不如法，你就会减少过失。中国这个新年快到了年节，中国人都有送礼这个习俗对于长辈对于朋友这是礼貌这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维系。
理有戒，啊，戒是戒度啊，不能过分，不能不及，啊，过分就显得八戒了。现在人讲贿赂了，过分了。啊，如果不到呢？啊，不到的时候表示傲慢，啊，都不好。一定的戒度啊，这个戒度有国家制定的，那很好，一定要遵守啊，有风俗人情代代相传啊，譬如过年了，我们送给长辈的礼啊，从前在我们乡下啊，送什么东西呢？大概送两斤肉啊，送一只鸡啊，送两斤面啊，给老人过年啊，这个都有规矩啊。啊，这都有节度啊！啊，那你要说什么？我送四斤肉，我送两斤鸡，两只鸡，嗯，啊，啊，我再送四五斤面，过分了。啊，那如果是说我只送两斤肉，鸡跟面都不送了。或者我只送两斤面，其他都没有了，这不足不到啊！一定要呵护这个戒度。外国人也有啊，像我们在澳洲啊，澳洲政府规定，官员接受别人的这个送的礼啊，以不超过100块钱为原则。啊，超过100块钱以上的呢，那就是贿赂了，那就犯罪了。啊，有标准呐，啊，大家都懂得遵守啊。无论是你包个红包，或者是你买礼物，啊，这个礼物的这个价值啊，都不超过100块。啊。接受的人很欢喜，送礼的人不至于啊太大的破费。你看，面面都顾到啊，智慧先到啊。啊，如果凭感情用事，哦，这个人对待我很不错，或者我还有利用价值，我要多多的贿赂他，犯罪呀！啊，于自于他都不利呀！啊，这些事情现在没人教了，啊，所以。不如法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现在真正做好事没人相信啊，啊，好事很难成就啊，全世界的人哪一个不向往和平，哪一个人不希望安定啊？可是这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动乱的频率年年上升啊，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
世界上关心这个事情的人啊，努力于这些工作的人真不少，我见过很多啊，可是效果始终看不到啊，令许许多多热心与这些工作的人都感觉到灰心啊，这一灰心当然就退转了啊，这个温度大幅度的降温了。可是这个问题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我自己参与这个工作5年了啊，了解一些状况，也认识了不少的朋友我们要问冲突能不能化解，安定和平能不能实现，答案都是肯定的啊，问题要怎样做法啊，还是古圣先贤讲得好啊，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啊，努力了这么多年看不到效果，要好好回头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至为先导好像没想到这个问题啊，是什么为先导呢？利为先导，所以始终不能落实啊！每个人的利益不一样啊，利大家都要争了 啊！所以用什么方法来化解冲突啊？报复，报复能化解冲突吗？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现在人不讲因果，啊，不讲因果，这个冤冤相报的事实存在啊。啊，你这个族群里头有何人，后人永远会记得仇恨，总是会找到机会的时候他来报复啊，你报复他，他报复你，冤冤相报，世世代代没完没了，你说这个事情多么可怕啊！如果要是真正懂得因果，那你一晓得这个事情更可怕了啊！中国老一代的人
相信因果报应的很多啊。啊，历史上的记载，这些事例不知道有多少。啊，就在二十五史里面所记载的就有几百条啊。啊，古人在笔记文字记载的不晓得有多少。啊，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子不语这些书，不是完全虚构啊，绝大部分呢都是事实，你能不信吗？啊，再就我们自己，啊，自己个人在一生经历当中，你细细去想想，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没法子解释的。啊，早年我在美国，啊，住在达拉斯。达拉斯佛教会，啊，蔡文雄会长，他曾经告诉我们一桩事情，啊，他初到美国来的时候，跟几个朋友开了个车了去玩，回来的时候迷路了。开进一个小城，他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小城呢很熟，啊，但是真的，他是一生当中第一次来遇到的，啊，他能知道这个小城里面的街道，能知道这个小城里头有哪些建筑，车开进去之后，果然。他这个问题多少年都没有办法得到答案，啊，常常疑惑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啊，碰到过他就问我，我说你前世肯定在这个小城小镇上住过很多年，你对这个小镇很熟悉。哎，他想很有道理，你不在那里住很多年，你怎么会那么熟悉啊？哎，说明什么呢？说明有前世啊。啊，类似这种情形很多人都有经验，但是没有他那么清楚，啊，没有他那么明显。你如果说不是前生，这个问题到哪里找答案？无法解释啊！啊，所以他自己想想好笑，他说可能的呀。从前旧金山有金矿嘛，啊，可能是在那里挖金矿的工人，啊，住在那边，有可能。啊，你那个一生的时候没做什么坏事情，啊，没有这个坑人，你还能够得到人生，啊，这一生还不错，啊，做生意还做得挺好，说明人有三世，啊，有前因，有后果，啊，
既然有前世，当然有后世。啊，知道啊，有前世有后世啊，那你就得要多用理智啊，少用感情。啊，多做好事啊，少做坏事啊。啊，我们生生世世啊，向上提升呢，不至于向下坠落。太重要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说由智先到成就中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